宝宝，我们今天要念的是什么呀？你今天要念的是海盗船。海盗船是不是？哦，太棒了！我们看看海盗船、okay. 有哪些的事情发生啦、啊？海盗船，这都是温柔伙伴。嗯，文图工藤纪子，很有趣哦。我们看看，海盗船在这里啊？对，啊，什么？这间海边的餐厅，嗯，是谁的餐厅呢？是加利达是哪一个？加利达是这个熊兵，还有奇罗呢？奇罗在哪里呀？奇罗在这里，是小蜜蜂。哇，好美的景色呢！那这是客人，对，是有客人，而且客人都在吃什么？披萨真美味。嗯，加利达是主厨，每天会做出很多美味的料理哦，真好吃。嗯，奇罗每天早上呢会去采集蜂蜜，奇罗还会绣镯子，用花把镯子呢装饰得漂漂亮亮的。嗯，哇，好看啊，所以他们两个分工合作。嗯，这间餐厅啦、啊，打理的真好，而且客人很多喽。咻，哇，好美的景色哎，宝宝你看，啊、哦嗯，对啊，紫色的天空，这里都有海，对海，还有这些花花。加里达、嗯，对，没错，出去之外呢，加里达要现在都还没睡觉、嗯，他在欣赏那个美景啦、啊。嗯，除此之外，吉洛也非常会吹奏笛子，伴随着优美的笛声啦、啊，美好的一天又过去了。嗯，咚咚咚咚咚，某天晚上巨大的敲门声呢，吵醒了加利达。啊，好困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客人呢、啊？哈哈，爱困。嗯，哦吼，我们是海盗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哇，遇到海盗了，糟糕啊！面对突然上门的客人呢、啊，餐厅呢只剩下一些水果，没多久就被海盗们呐、啊、一扫而空。哇，看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太饿了，还吃香蕉、葡萄，多谢款待。那么有什么宝物可以让我们带走吗？哎，我最重要的宝物啊，就是厨具了啊、哦，这个是厨具要送给他们。对，没办法啊，不好意思了，那我们就收下了。你也知道，搜刮宝物是我们海盗的工作啊。带着加利达的厨具呢，海盗船啦、啊，划破了夜与夜呢，离开了。咻，在哪里？海盗船？海盗船嘞？对。哦，对，海盗船，嗯，拜拜。我看到吃了精光了东西。到了早上，早安呐、啊，加利达。咦，桌上怎么空了？是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没办法做早餐喽。咕噜咕噜咕噜，肚子好饿哦，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宝物都拿回来。然后呢，他们一起做什么事情呢？坐船。对，嘟嘟嘟，哒哒哒哒，嘟嘟，嘿咻，嘿哟。哦，啊哈，好，嘿，哇，终于有做好了耶，好棒，这么快。好，我们的船叫做卡莎号，成功出海咯。好，所以妈去找他们的厨具了。哇，好美哦，宝宝，你看这个海真美耶。好蓝，好蓝，好蓝。海风呢，把帆吹得鼓鼓的，卡莎号呢，在浪头上顺利的前进。早安啦，海鸥先生。有没有看到海盗船呀？海鸥先生有没有看到？嗯，真的吗？我看看，有啊有啊，真的耶，在那里。嗯嗯，就在那边呢。用望远镜瞧瞧吧。有了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啦。好，去望远镜这里。嗯，好，那继续往前进。啊，好好，都可以不用橡皮筋一直撸。对，不用那个用滑的，他们有那个电动的吧 ？OK， 喂，海盗先生，把我的厨具还给我。嗯，加利达试着呼叫船上的人，但是、嗯、没有任何回应呢。过了一会儿，咻，咔嚓，喂，顺着这条绳子爬过来吧。嗯，这是谁丢的绳子？海盗船丢的。对，叫他们爬过去，咻咻咻咻，他们就要爬过去了吗？嗯，跑过去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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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这边这样门船嘛，加利达船，嘟嘟嘟嘟嘟，哎呼嘿呼，这不是昨晚的小鬼吗？如果你想要回宝物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遵守海盗誓约啊！海盗誓约有什么？姐姐，第一个，嗯，
海盗拿回来的东西是不可以还回去的。第二个，靠近海盗船的船只呢，都被视为新的船员。嗯，好棒哎！所以根据海盗十月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新加入的海盗了，好好工作吧。你们最拿手的事情是什么？说我会吹笛子。奇洛回答他，海盗说：“只会吹笛子啊，那可不行啊。那你还有其他的专长吗？”我还会采集什么？哈密。对，还有插花，刺绣也很厉害哟。刺绣？那你可以当裁缝吧，很好很好。船帆呢，就靠你修补了。你呢？那夏丽达会做什么？煮饭。对，很好，那你就是主厨咯。嗯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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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人的肚子同时响了起来。怎么了？肚子饿了。肚子饿了，对，没错，肚子饿了。海盗领着他们到了餐厅。各位，他们是新成员。杰克啊，待会儿吃完早餐之后呢，你就叫他们做船上的工作吧。坐在角落的小海盗露出了笑容。Hello， 我是杰克。喂，我觉得你把手帕先绑在头上比较帅哟。这绑在哪里？这里的。可以。伯伯这里是不是？要像他们一样这样绑在上面才叫做海盗嘛，对不对？才是一伙儿的，才是一组的。喂，你们两个呢，坐到这边来吃点东西吧。开动喽！咔哩咔哩咔哩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海盗饼干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它硬邦邦的才会咔哩咔哩咔哩，哦，所以这么硬的饼干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不美味。嗯，食材不足的时候只能吃这个了，等他一下吧。杰克拉领着加利达到了厨房，教他怎么做饼干。接着他带着奇洛到别的房间。哎呦，厨房怎么样子？好多东西，乱七八糟，所以呢，加利达开始打扫厨房了啊！这是我的厨具，这些东西也是其他人的宝物吧？咦，这个袋子里装的，嗯，是看起来很好吃的豆子和干果耶。OK， 杰克和奇洛来到了堆放宝物的房间，奇洛，请把船帆和旗子破洞的地方补起来吧。哪里破洞？对对，哇，好大的船帆呢、啊，大概是桌巾的十倍大吧。那就帮到你了，我有别的工作。杰克匆匆忙忙离开了。奇洛很快就去完成修补的工作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要补的。他一边嗡嗡嗡嗡嗡嗡拍打的翅膀，一边搜寻着四周。哎，这块布料是丝绢耶！哇，好美的石头呢，是宝石呢哈、哦！太棒了，终于啊，船呢、啊、停靠在一个小港口边。好。开始工作啦，大家等路吧。新来的两个船员就拜托你们看守船只咯。嘟嘟嘟，他们就去了。加利达，我们也到着岸上的小山丘去看看吧。嗯，一起去看看吧。两人下了船，把篮子用花装得满满的。哇，好美，对不对？你最喜欢哪一朵花吧？这朵，这朵好美。那我喜欢的是这个小白花。还有这个黄色的看，哇，好美呢！啊，这里都很美。他们把花呢装饰在海盗船的每个角落，船上飘着好闻的花香。来做点心吧，试试看，这是我刚刚做好的特制海盗饼干哦，看看好不好吃哦？啊，好吃吗？嗯，咔哒咔哒咔哒，哇，好吃哦！我在想哦，我在厨房啊找到了豆子和干果，所以加了很多在饼干里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干果。那我刚刚也找到了好东西哟、哦。做出了很漂亮的船帆呐、啊，还有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咚咚咚咚的声脚步声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情？赶紧骑马，呼呼，赶快冲啊！哎呦哎呦，为什么这么慌张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杰克被抓了，杰克竟然被抓了耶！啊，所以杰克在哪里？这对呀，被绑起来，怎么这样？我们做完了工作，就像平常那样准备回来的时候，这时候村民赶过来了，我们拼命的跑跑跑跑跑，杰克就跌倒了，可怜的杰克嘛，现在一个人孤零零在监牢里。哇，先别哭啦，赶快回去救他吧，不行了，回去的话大家都会被抓耶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救杰克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把抢来的宝物全部归还，再好好道歉不就行了？不行，难道你忘了海盗誓约什么？海盗誓约是不可以把归还的东西还回去。对，没错，如果不遵守海盗誓约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
会被大海怪吃掉。对，大海龟在哪里？好可怕！看它的嘴巴那么大，它的牙齿怎么样？尖尖。而且它的手有几只？数数看，大海龟的手有几只？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。近12只手。哇，所以呢，全部的人都被它抓起来，把我们一个一个吞进肚子里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该怎么办呢？海盗们拿出棍子，哇啦哇啦的大哭。加里达和奇洛拼命的想啊想。对了，大家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啊？大家赶快把眼泪擦干，一起来帮忙吧。加里达做了好多加热豆子和干果的小饼干，堆得像小山一样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哇，好多。奇洛呢，在丝绢上缝上漂亮的石头，做了堆得像小山那么高的手帕，好美，对不对？嗯，真美。好，做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海盗们的脸色像在发青。你们要把那些小包裹拿去什么地方呀？你们会被村民抓住，我大海怪会出现呢。加里达和奇洛啊，不理会海盗们，乘着卡莎号走了。快一点，杰克在等我们呢。咻，他们要做什么？观看哦。这身海盗打扮太引人注目了。先把头巾呢绑在脖子上吧。两人呢往村庄的方向走前进，就嘿咻嘿咻嘿咻，快速的跑到第一户人家。他们将小包裹呢一个个送到每户人家的窗台上。懂小包裹在哪里？懂。还有呢？这里。还有嘞？这里。还有嘞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嗯，大家都有。嗯，好。就在推车呢渐渐清空的时候，他们听见了哭声。怎么哭啊？杰克怎么哭？哇，小佩佩哭嘛。好，杰克，城镇外的杰拿迪亚，杰克正因为孤单而哭了起来。啊，加里达人奇洛，我们是来抓你的，来，快把这个吃掉，打起精神来。嘟嘟嘟嘟，小包裹一头都是食物。这时候在城镇中，咦，这个小包裹是什么？是小饼干呢。哇，好吃哦，这家手帕也好漂亮。哇，这上面绣的是宝石，真正宝石到底是谁送的呢？包裹里头有封信，写什么？写什么？猜的杰克，这是海盗送的礼物，用来换刚刚我们被拿走的东西，请放了杰克吧。对 ，Thank you。该怎么办？刚刚我家的虎被拿走了，但是手帕上的一个宝石，就够我买好几个呢。我家地毯也是，不过我真想换个颜色，恰好这个机会可以买新地毯。大家看，一边吃饼干一边觉得很开心。村民一见都是一样的，也都同意释放了杰克。用来交换的礼物啊，我们已经收到喽。不过小海盗们有件事想和你们商量着。什么事啊？我看看这时候的海盗船呢，查理达和奇洛不知道怎么了，大海怪还没出现哎。啊，看到了啊，是杰克啦。他被救出来了，他在叫我们。嘿咻嘿咻，找杰克。查理达和奇洛，谢谢你们，大海怪没有出现呢。查理达说，各位村民说，可不可以再交换一些东西？哇哇，你看，结果呢，村民们把家里头用不到的蔬菜啊、葡萄酒啊都放这儿。那海盗们仔细的检查之后，然后将等值的宝石换给了村民。那孩子们呢也带来了气球、贝壳和滑鼠，交换了好吃的饼干。太好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海盗们呢帮我们处理了用不到东西呢，谢谢你们哦。我们才要说谢谢呢。小气球。哦，对，小气球在这里，非常好，你看，哇，这个花花绣在这儿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哦，把奇洛呢放回来。杰克把奇洛做的梯子挂在船柱的顶端，海盗船出航喽！咻，好啦，你们救了杰克，已经不是星星船员了，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。海盗誓约三是什么？忘记了吗？好，对于重要的朋友，无论什么愿望都要帮他们的实现呢。那么你们想要什么呢？奇洛犹豫了一会儿，就说：“我要这个。”他选了一个白色的大贝壳。那加利达呢？加利达很快从厨房出来说：“我要这个。”咻咻咻咻咻。对，这是奇洛看大贝壳，还有加利达的很多的厨具，对不对？都是
他原先丢掉的厨具，被抢走的厨具。好，今天晚上来开宴会吧，大家把桌子搬到甲板上，用缝布船帆剩余的布料当桌剪。哇，还有鲜花，好美哦！黄色酒，这个是红色的酒。哦，对耶，你发现了是葡萄酒，呵呵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酒。哇，简直就是太开心了，太高兴了！请最重要的朋友干杯！哇，有吃海鲜的大餐真好，还有很好吃的鱼，还有大披萨。嗯，他是最大的。嗯，对，没错，他是船长。明天早上会到达雪之国，你们就在那里下船吧，从那里可以回到你们家哟。嗯，杰克，我们永远要当好朋友哦，永远永远都要当好朋友呀。奇伦呢，优美的笛音呢，回荡在海浪间，久久不散。离别的早晨呢，从这条积雪的道路呢往前直走，会看见一条大河，顺着河流往下，就回到你们住的海边。海盗们啊，削了长木板，装在卡沙号的下方，让船呢变成了雪橇。哇，这里呢雪橇，然后就可以用那个就用滑的。咻，全部准备完毕之后，加里把自己最喜欢的一盆花交给了杰克。嗯，在这里你看，他们要分开了。勇气是什么？什么是 courage？ 就是courage，就是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分开。对， courage 和 Coco 哦， say goodbye 了。 OK， 好了，大家不要这样的，我们不会拿你这里宝物的。不是啦，这是送给你们的宝物，你们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再见啦，再见啦，有一天啦，一定会再见的，拜拜。嗯， OK， 冷风啊，把船帆吹得鼓鼓的，这里变成了雪橇的卡莎号奔驰在白色的世界中。接下来还有什么未知的冒险呢？等着加里达和奇洛呢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咯。哇，好棒，宝宝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？最喜欢是这里。哦，这里同的东西吗？好棒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些的花花，花花很精致，对不对？嗯，真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哇，对，你看那个奇洛刺绣放在这里的，对不对？是在这个布布上面的，挂在这上面飘啊飘的，真美丽哦。嗯，画的真棒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。哦， OK， the end。 想怎么看其他的吧。哟，所以他们就是咻，这边就是雪之国了，呵呵，这小海湾。 OK， 好，这餐厅是他们的餐厅，就是我们这边。好，好啦， the end， 跟大家说 goodbye 咯。Bye, Apple. Bye-bye.